我比较喜欢别人夸我，对。或者你可以夸一夸这样的角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别硬夸，你说还行。就是，季阳是一个，我觉得，也没什么吧，就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高大威猛，就没什么了。就我觉得就是这边，然后人非常非常的可爱，然后我哪有你可爱啊？我不行。哇，真的是，我们浩轩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就是，你知道，真的，来每继一个续，镜头都很可爱。继续，没什么，说这实个话，一笑还有小虎牙，彩虹屁崩回来了，然后。很撩人。放的是那个包青天的那个背景音乐，哇，我感觉他们好厉害，是，对真是吧？辛苦了。平时有机会看到这种粉丝吃的内容吗？其实如果有特别那什么的话，可能也会有身边人会发给我，在微信上这种。嗯，我一般微博上不会去看一些东西，就很少。还是可以看到的。就是杀完青之后，还会经常聚在一起聊吗？会经常，我们经常聊天。我们三个有个群，然后群名叫什么？叫三大傻，你忘了吗？三没有四大才子和一。哦，还有那个，因为没有我们的群比较杂。对，有我们五个人的群，有三个人的群。对对，还有那个十几个人的群，对不对？你们三个人的群。我们三个人去就是三大傻，然后那天不是约的时候，约看剧的时候就见了一个。哦、对。就比较方便，主要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拍打戏的时候，就是被五指老师起外号，因为我们都是基本都是第一次拍打戏，就是很激烈的打的部分，然后我被那个五指老师起蓝懵逼，然后锦怡是蓝大头，有自己就自己拍完之后比较喜欢的戏，那个那场戏就是自己特别喜欢。你先说吧。因为就我们现在看了第二场嘛，第二场是我的出场。第二场我的出场的话，然后就是一个定那个人物性格的一个立人设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我戏没问题，但是的话就是画面不好看，没办法，太胖了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你第一集那个性格就定得很好，人设就定得很好。对，是吗？就比较那个温柔，然后比较那个。好人，对，可能我幸运一点，就是拍那几场戏的时候就消了个肿，就稍微没什么关系。你们是看自己的回放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有点稍微有一点圆，还是被导演批评？其实自己都会看，对，导演只会看你的戏的部分。其实我们也就是在先看戏，然后再看自己。导演其实不会太注重画面的东西，他比较注重那个情感表达方面，对，戏的方面。对，但是但是我们自己注意就会比较全面一点，就是会在我想要表现最好的状态。对对对。感觉真的是拿棒棒进坑自己，是不是屏幕越大心越久？真的就是我们，不是我是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哦对你看过样片，其实我自己不太满意。不太满意。对，不太满意。然后对，就是感觉好像有很多镜头没有剪进去，有一丢丢那么遗憾。对对对，对，然后也有发预告嘛，然后第二集的预告，然后我有看网友的那弹幕，不太好，但是没关系 ，I don't care 啊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后面的戏是，我觉得我自己演的还不错的，对，因为精灵本来这个人物就情感爆发会比较强一点，对，对，所以期待我期待一下后面的戏，对。其实我们小辈组比较精彩的镜头都在后面一点，对，只有在后面一点。对，前面啊，我比较幸运，可能前面两集镜头稍微多一点。很可爱，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不说，自己觉得就有点水准，有点圆，真的是完全感知不到。超级是吗？是吗？真的是感觉。那你见了我们本人之后，跟具体对比呢？本人大概比剧中要小了1.5倍。所以知道镜头多么可怕。多么可怕。对。行，好，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你们两个可以问彼此一个问题，什么都可以，剧相关的也可以，生活相关的也可以，兴趣爱好也都可以。我先把这个收一下。你先问我吧。为什么就你先问我呢？
我想一下啊。都可以啊，我就先想一下。我先问你，就我先问你。好，那你先问。嗯，就是好像你是比我们晚进组两天哈。对对对。然后就之后就有成为比较好的朋友。对，我们经常一起去按摩、吃饭、打游戏。我也没有吧。我从来一次没有按摩，然后我那天还要哦，那次是我跟锦怡去按摩，你在看我们是不是？我在吃冰棒，然后还要闻着你们的脚，因为他怕痒，对我怕痒，对，因为我们吃完饭就想一起按摩，然后对，然后他就说他怕痒不想按，就我跟锦怡按，他在旁边等我们。不要说按摩，按摩感觉有点正规的按摩，不按脚就按脚，不要按摩。就一个按脚，大家都知道横店的那个捏脚就是对对，几乎所有演员都会去。